终于排到 home hotel 的时间了。对于你的命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跟老师在晚餐的时候享用美食的时候轻松的去更了解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这个灵性跟文昌能够帮助他在这个十年之内好好的去度过这个难关，哦，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其实煞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他有时候反而对你是帮忙。